耶稣，我们全心盼望住在你的里面，求你将你的心思意念分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思想。经上记得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凡事不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谦卑顺服，活在地上有如你的仆人，有如与你连结的枝子。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既然你谦卑顺服，让我们也学习如何谦卑顺服的倚靠在你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走在地上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活出你的生命，将你的荣耀带到这地上来。亲爱的圣灵，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开启我们属灵的悟性。若是没有你的同在，若是没有你的浇灌，若是没有你的开启，我们就不能够认识神，我们就听不懂神的话语，我们就不能够与神同工。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与神相连结，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来开启我们跟随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大家请坐。感谢主，这是我们这个月的圣经研读。我们上一次讲到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有一个年轻的官讲到这个官呢是什么样的官呢，他应该是在犹太会堂里面是做高位的，在宗教界的里面是一个领袖。他既年轻又很富有，并且呢他非常有追求真理的心，所以当他看到主耶稣基督能够说出神的话语，蛮有权柄，并且能够施行神迹奇事，所以他就非常想要来跟随主，他想要来求问耶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永生。那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官，他虽然已经遵行律法，可是他的心中仍然有怀疑，他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他就来求问主耶稣，因为他认为耶稣会是他的答案，会是一个神给他话语的这样一个管道跟指引。他就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进入永生？那么耶稣回答他说，你应该要遵行诫命。是什么样的诫命呢？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说的这一些诫命呢，讲到十诫的后面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诫命。那少年人就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十诫当中最重要的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因此主耶稣就用这第一诫，虽然讲到这个少年人他跟人的关系都遵守了神的教训，可是在最重要的一条诫命上，他是否能够真正的听从神呢？耶稣看到他里面有一个非常渴慕真理的心，于是挑战他，看他是不是能够脱离他生命当中的捆绑，把他生命当中其他的神挪走，以至于神能够成为他真实的上帝。
所以主耶稣挑战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的挑战呢，的确是一语中的，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挑战，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那他的神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他不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捆绑？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官他的致命伤在哪里啊？钱财不仅是有钱财，而是重点是他放不下他的钱财。有钱并不是罪啊，但是呢，他把这个钱财在他生命当中的分量超过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分量。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主耶稣挑战他在十诫当中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很明显的，这个少年人的这个心中呢，虽然他非常遵守宗教的诫命，虽然他非常想要跟随神，可是他没有办法真实的跟随神，因为他心中有另外一个神，就是他的钱财。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叫他把所有的钱财分给别人，然后来跟随他。其实主耶稣已经跟他说了，那么你把这些钱财分给穷人呢，并不是代表你就没有任何的钱财，乃是你有钱财在天上，并且还可以跟随神。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啊，所以主耶稣就说啊，这个倚靠钱财的人呢，真是很难进天国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呢。我们讲到针的眼啊，这个名词呢，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城门的下面还有一个小门啊，是给骆驼经过的啊。但是骆驼呢，它要经过的时候，它必须要卸下它身上的重担，很多的货物，并且这个骆驼必须要跪下来，它才能够穿过这个小门啊。这个就是讲到比喻如果我们想要进神的国，我们不能够抛下一切。抛下一切来跟随神，我们心中还有别的神啊，还有别的重担，这个重要性是放在神的前面的话，就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有如骆驼，他如果真的要进这个真的眼这个小门的话呢，他就必须要把他身上这个货物，把这个重担把它卸下来，并且他要跪着，他要谦卑的进入这个门的里面。当人们倚靠钱财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自己有安全的保障啊，所以他就很容易骄傲，因为他觉得他是有倚靠的啊。所以神说呢，必须要有谦卑，并且要卸下一切，才能够跟随神。所以门徒就听到这个话，他们就觉得很稀奇，他们没有以前没有听过这个道理，他们说，那这样子还有谁可以得救啊？这样太困难了。还有谁可以把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放下来跟随神呢？这钱财是非常宝贵，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钱财啊。有怎么样才有人可以得救呢？所以主耶稣就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好，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讲到一个罪人要靠自己的力量脱离捆绑，放下别神，在我们心中是非常困难。但是若是我们愿意，神说在神凡事都能。是主耶稣自己的力量，是圣灵的力量在我们的心中转化我们。所以一个人在神里面的成长，他的灵命的成长，不在于他依靠他自己能够行多少的好事。世上的宗教告诉你要多做好事才可以积德，对不对？然后换取你的奖赏。好，可是基督的信仰完全跟世上的宗教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得到救恩乃是白白的得着，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只有一颗谦卑的心说，主我接受，那么这救恩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做什么任何的事情。
所以在世上的宗教呢，你要行善，要行善，要不住的行善，才能保守你自己啊！就靠我自己的功劳，靠我自己的肉体跟努力。可是救恩，乃是靠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来接受。而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呢，当然是靠我们自己的愿意，你是否愿意成长？只要你愿意，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转化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跟随神。接着彼得问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彼得问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他们有没有撇下一切来跟从神？有，他们是渔夫，对不对？他们现在没有在捕鱼啦，他们放下他们原来的行业，然后就马上来跟从神。所以彼得说，那我们就按照你的要求放下一切来跟随你了，那我们将来要得到什么呢？我们要得什么？好，主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每一次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或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非常注意听啊，因为主耶稣这里就是强调他要讲的内容啊，是真的真的告诉你们啊。他说，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这是对他的门徒啊，这十二个门徒啊，这个以色列人啊，将来他们在天上的时候呢，要与人子同在荣耀的宝座上，然后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外邦人怎么办？外邦人，像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神，那我们得到什么？是不是我们就比以色列人矮一级呢？启示录二十章，往后翻，启示录二十章第四到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六节。好，我们来读，请。有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再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的这些的门徒们，后来我们称他们为使徒，他们要与主耶稣一起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外邦人呢，就在这里讲，凡是那些为主做见证的，好，还有这些殉道士，然后呢，那些没有拜偶像的，没有拜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就讲到敌基督来的时候啊，凡是顺服敌基督的人，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手上或额上会有敌基督的这个记号。凡是没有顺从敌基督的人呢，这些人啊，他们的灵魂复活以后就会跟主耶稣一同作王。所以这些是在属灵里面的得胜者，他们没有啊顺服世上邪恶的权势。所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啊，神是同样的对待，是同样的公义的。好，这边讲到我们撇下一切跟随神。什么叫做撇下一切跟随神呢？我刚刚讲到，就是将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我们在地上呢，我们都有我们不同的角色，或者是我们是家里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或者是我们是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是我们是我们的父母的儿女等等。那么神呢，创造家庭，并且把我们安排在这个人伦的关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我们的责任。那么有的人说，哦，我应该要抛下一切来跟随主啊，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啊，我是家庭主妇，我也不整理家里哈，我是一个家的这个父亲，我也不赚钱养家啊，反正我就是抛下一切跟随主啊，就按照他的定义，他就是哈，每一天只在那里祷告，或者是他就是什么事情他都不管啊。那这样子呢，就是也是不合圣经的啊。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呢，若是一个人他不顾念家里的人，他比不信的人
更糟，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看圣经呢，我们要知道圣经整体的含义。什么叫放下一切跟随神？就是要将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绝对的首位。啊，那一些我们属于人的责任呢，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人伦的关系当中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可是这一些的责任，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其他的这一些的事项呢，都不可以超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啊，比如说那个少年人的官，少年人的官他有钱很好，可是他把财富呢放在超过神的地位啊，这样就是一个贪财的心。所以他的神其实是他的财富，他所依靠是他的财富，并不是依靠神，所以他至终没有办法跟随神。好，在这里讲到将来的奖赏，不论是以色列人，不论是外邦人，都有机会与神同坐在宝座上审判列国，或者是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里神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承受永生。所以 这里就是如同我刚刚所解释的，为我的名撇下，这个撇下的意思就是他必须要排在后面，他们的重要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所占的时间，所占的地位等等，都一定要在神的后面。包括我们与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之间的关系，这些的关系都要排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后。这个应许是必得着百倍，这个百倍是在今世哦，啊，并且承受永生，那是在将来。这里神做了一个结论，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么这一句话就做了一个注解，什么注解呢？原来这个少年人的官，他是非常追求啊神的公义，神的律法，他是非常追求神的，所以他会是在会堂里啊，做到一个啊高位的地方。而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呢，他们原来是渔夫啊，他们其实是一个也许是不识字的百姓啊，他们跟这个圣洁的上帝之间呢，其实是很有距离的。可是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立刻放下一切来跟随神。比起那个少年人的官，虽然他之前比较接近神的样子，比较跟随神，可是在最后当神挑战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跟随的时候，他反而就远离了。所以神说呢，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里就是讲到我们跟随神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真实的跟随，并不在于你信主时间的长短。所以对于神的挑战，那一位少年人的官，他终究只能做距离神很远的一个信徒啊。他虽然想要相信神，可是神不能够在他生命当中做首位。而这一些的门徒们呢，他们可以抛下一切来跟随神，所以他们可以成为跟神的关系更加亲近的门徒啊。所以这是神讲到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说了一个比喻。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要被举起，众臣们啊，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